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，我是王宏恩，我是罗玉。哇，最近我们这个节目在网络上，很多人要给我们一些反应，都还觉得还不错，我们很感动。谢谢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网络大明星宗旨是，其实就是不仅网络许多的大明星以外，但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在网络的世界里面，确实会有一些他们已经从素人到红人，以及到明星这个过程。真的，待会要接的就是放闪幸福的时代，而且直接把他们家庭生活就是让大家参与。对，他们的名字呢就叫那对夫妻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特意不要让他的妻小一起过来。对，我们就只有让他串通。对，来了，Ken。我们今天的网络大明星的来宾 Ken， 安全带，系安全带。要，我们还没出发嘛。这个太酷了。主持人好，了解。来，要先送一下礼物，对不对？哇，直接送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对，要送一下。Ken， 我们自己有准备，有诚意，太开心了。送，我还是有。来，哇，你这、這個、我帮你别了，谢。来。哇，这个书卖太好，我怕买不到。没有，提前还请人先去买了。这个签名的要送给两位主持人。哦，谢。哇，你可以公主病，可以，还可以闹脾气。对，好，就这样。也可以流鼻涕哦，也可以。哎，打歌哦。对，我有在 follow 啊。想去哪里，我就直接载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到这个，今天就到这个高雄好了。高雄，我们看一下。高铁站，我们要去订高铁票比较快。我要去那个电台啊，那个 Pop Radio， 醒吾大楼。OK， 就由我先睡一下啊。没有，这个节目没有这个节目啊。因为你刚来之前呢，我们刚刚就在聊，是会发现，因为最近我女儿在大年初二出生，真的假的？恭喜哇！女儿对，我跟你看齐，要跟你学习。没有，不敢。但今天基本上王宏恩他已经不在我们的话题。我跟你讲，我说真的，你知道我本来不想生小孩的，看完你们的影片之后，我就觉得有个家庭好幸福哦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就帮你找一个，好不好？帮你催生啊！待会路边怎么催生？就找一个。可能在 KTV 里面，以前我们都会去唱很多五月天的。你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吗？一定有，一定有的，一定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。哇，其实一首，这首我看到他拥抱这首也是真的是一个。你有看到我的歌词啊？有，因为这个我看到这个拥抱，我很有感触。直接王宏恩自己讲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是我学吉他的时候练的第一首。那你应该很熟了，不用看。然后呢？吉他给你自己。没有，位置不好。可是这也是唯一一首歌。喜欢这首就有单名。原因是这首歌只有四个和弦。好，来，兄弟之间的拥抱。好的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那一个人爱我，像我的手。今天好像回到这本书了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你可以公主病》，就是写我们夫妻12年的这个过程，怎么样从认识到交往。我本来写这首歌是想说，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新加坡的一个作曲人黄宇哲嘛，他那时候来公司的时候就看到你，他就写了这个旋律，然后给我听，我就说那这首歌给我想要把它填成词送给我的老婆跟女儿，就像是一个情书的概念。牵着你，就让我守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。我可永远拥你在怀里，让你放肆闹脾气。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保护你，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他，让我拥有了爱和家。永远吧。第三段，爱着你我不顾一切，永远那个他，我愿付出所有，不能没有他。就让我
牵着你，就让我保护你。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他，让我拥有了爱的家，永远吧。这首歌会冠军。那今天既然来打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任务要让你完成。好的，因为最近我也当爸爸，其实我也蛮想学如何哄小孩子。真的有小孩是不是？教我两招。他真的有小孩，不是真的有小孩要给我们测试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直往靠边去。我想说，是不是有塞好一个小孩在那边等？真的没有。我们本来想说教观众朋友、网友怎么样变一些简单哄小孩子的魔术，有吗？哄小孩子的魔术有。这边刚好是不是有一家咖啡？我们去拿吸管。而且呢？就让罗文玉去拿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我们直接开走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变成了节目《哄小孩大绝招》开始。第一步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会变一个鸽子出来吗？好，你看啊，第一步先把那个吸管，赶快看哦，学，可以亲自教学哦。虽然这吸管有点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这差不多弄个，这差不多弄个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15，15。好，你看喽，刚刚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看来了。这就是一只、okay, 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把它浓缩成这个对这个大小就对了。好，准备一瓶水，然后呢，你看哦，这时候压住它，水是会吸上去，就是对，可是不要太多，一点点。然后这时候就跟小孩说：“你看，我要让这个毛毛拍得到，好，有有有，我要赋予它生命了。”这时候一滴，哇，动起来变长了，美美杰克，美美不能哭了，哇，杰克你真的是太棒了，还可以喝。对，是还可以就算了，重点是水还滴到我的裤子都湿了，所以我们这条送给粉丝，好不好？ Okay, 抽奖、欸，抽奖，我在上面签名，签名。我们呢，书不送了，就送这个。在下车之前呢，下车之前，我们刚刚的任务已经成功了嘛？对，所以我觉得哄小孩有一个最紧要的关键，除了这些技巧以外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爱。耐心，没错，要有耐心，对，要有耐心。大家都写在这本书里面，然后可以彼此的去分享。你现在应该最清楚，对不对？对，晚上都没睡。我现在就开始正在甜蜜的负担，这个话题我就没办法参与了。对，快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本书真的一定是可以带给大家幸福跟温暖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要马上请 Kim 在现场节目为我们签名，签名，签名。然后要帮 Nico 签一个，然后写个代签，对对，哎，代签。那妮妮一般去银行都这样，代签。妮妮呢？妮妮也是这样，对，你帮他们签一下代签，对，代签，对。哦，对，还有法律效力。这特别的版本呢？特别版本，爸爸一个人签三个人的名字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真的希望让更多的家庭，我觉得透过你们的这种影响，然后我觉得去经营你们的幸福的家庭跟亲子关系。对，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庭都应该是幸福的，就大家就是用心的经营，用心的经营。对，而且婚姻就是一人退一步。真的，最后面呢，我们要如何送出这个书呢？如果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影片，然后按赞分享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可以出一个考题，你出一个考题。刚刚的访谈当中，好，可以出一个考题。对，我的吉他的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什么？哦，你在影片下面留言，而且要分享。分享按赞，我们会抽出三位网友送你这本《你可以公主病》。好，三个名额 ，OK， 好。那 TV 网罗大明星，成功，成功。